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们一起来动手体验绿茶的上头冲泡法。背气，为展现信阳毛尖杯中舒展之美，选用无色透明的玻璃杯气泡。节气，向杯中注入适量开水，然后旋转杯体，将温杯之水倒出。茶是圣洁之物，洗杯的过程也是凿雪心灵的过程，营造一个安宁静谧的品茶氛围。注水，向杯中注入80度左右的水至七分满，形如龙潭飞瀑，意为高山流水，同时也是为了使水快速降温，以免烫伤茶叶。投茶，信阳毛尖产于河南信阳西南山一带，采用一芽一叶初展鲜嫩原料制作而成，细圆紧直，白毫显露，色泽翠绿，茶叶纷纷入杯，好似佳人轻移莲步，徐徐入池，在汤泉中沐浴，同时也是为了使茶香散发。浸泡约2分钟，茶叶已初步舒展，清香散发，其形若蓝牙，香气清高。细细嗅闻，仿佛置身于朦胧的茶山之中，渐入佳境。品饮，上头法冲泡的信阳毛尖，观之汤色清澈，嗅之香气高爽，品之滋味甘醇。一泡之后，可再续水1至2次。信阳毛尖上头法冲泡演示结束，谢谢各位。